你疯了吧！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把相机关了？肉肉呢？我要见肉肉。我是焦强，30岁，癌症晚期，开门的不是我双胞胎兄弟，他是我的复制。复制恋人？你让我找个克隆人绿了我自己？你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了，他只是继承你的记忆，替你活下去。那我也不需要，你不需要。那肉肉呢？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拿错了。哎，是你啊！没想到我们家听同一首歌。这个歌挺好听。嗯嗯。 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准备好了，等他生日的时候，我就求婚。你一定会成。哎，强哥，强哥，你怎么了？强哥，强哥，你醒了，复制体已经启动了，他的眼镜里有微信相机，你可以看到他代替你以后所有的生活。哎，你回来了，快点考啊！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小宝宝啊？有了孩子，我们才算有自己的家，对吧？起床啦，起床啦！哎，不要赖床啦，我快起来。焦强，别离开我。焦强，天气蛮好看嘛，别这样行吗？医生，医生，你疯了吧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把相机关了？肉肉呢？我要见肉肉，他已经睡了，我睡觉我能不摘下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害怕他出事儿。 我跟你一样爱他，我能伤害他吗？对不起，我没几天了。以后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们了。走之前跟他道个别吧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我做了个噩梦。梦见什么了？我梦到再也见不到你了。 梦都是相反的，你忘了，你答应我，就丢下我一个人了。洛洛，我们结婚吧。好，明天再说吧，先睡觉吧。 怕你藏在心头，那个，我录了段视频，你可以看看。若若，我要走了，能跟我说句爱你吗？还有再见。路上个班，至于这么肉麻吗？我想听，拜托了，你认真点，看着我说。行，焦强，我爱你，很爱很爱，再见。 我想你了，拜拜拜拜。行了，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我已经上班了，那你回来。